追剧指南，记忆，罹患阿茲海默症的王牌律师。韩国的电视剧题材多变，已是近几年来不争的事实，但在众多哗众取宠的戏剧作品中，总是不定期会出现平实且深具意义的戏。由李胜民、金智秀、朴珍熙、李俊浩主演的记忆，就是以罹患阿兹海默症为主角的律师，在重新检视人生价值与家庭的过程中，也带领观众了也一起静心反省自己的人生。推荐给看完整内容延伸阅读《追剧指南》酷男的异想世界，满满的洋葱，追剧指南，机智牢房生活，监狱题材也能哭得饱饱的，追剧指南，诸事不炫，一起回到1996年，追剧指南，花游记，当帅孙悟空爱上女唐三藏，追剧指南，七兄，大学炸弹客，菜鸟侧写员追妻天才凶手，追剧指南，青春练习曲，揭露演艺圈的人性背叛。